再来呢，我们要先，大家手上应该都有一台平板，对不对？那有平板的话，就是先找一个有标志的地方，先站在前方。那稍后我们会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平板它的使用的方式，跟如何使用到其他展区要如何做使用这样子。那稍后我们会开始看一段影片，那影片在进行中，请都先不要进行操作。那影片结束，我们会统一进行操作哦。Hello， 我是 Future You， 明日创造者，欢迎来到启动创新实验场。各位小尖兵即将接受一场明日接班人培训，在这里总共有六个空间，每个空间都有两个指定任务，你可以在时限内完成任务，获得开启未来的关键。你手中平板电脑是先进研发记录簿，请随时注意它的提示，并学习如何使用它。祝好运！请拿起研发记录簿，放在桌上有 U 字图案的地方，你会看到研发记录簿荧幕改变了。当进入每个空间时，都会出现任务的提示，帮助各位小尖兵顺利完成指定任务。跟我都没有。对啊，为什么？会分心了吗？好，现在各位，如果说画面还是那个那些点选新访客，然后在你面前有一个 U 字形图案，注意是 U 字形，不是 V 字形哦。那把它放上去之后，看一下你的平板上面有没有U 字形的字样。哦，放反了，有对防呆了，不防呆。这边都有 U 字形的字样吗？我在录影，只是刚干掉的部分也进去。现在应该就等了吧。这边有 U 字形图案的，请先稍等一下，等待其他的观众都有这个 U 字形图案，我们再进行下一步哦。这样可以吗？